大家好，我是你的教练大神啊，我现在在这个义乌出差。大家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能力，超能力叫什么，就是可以靠一把羽毛球拍走遍全国都有朋友。那这个球馆也是我一个粉丝朋友开的，然后在义乌，他刚好呢也需要找一下教练什么的，然后就刚好反正来了吧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在这个义乌算是四线城市吧，这样的地方有好几个球馆，这是其中之一，带大家看一看这个球馆。Hello。可以啊，我觉得这个球馆做的还是蛮好的。哎，这个地方做的还挺专业的，挺漂亮的。这是多少片场地？11个场地，一共投了多少钱？100多万。100多万，那你是真的热爱啊！啊，你看这个四线城市开一个11片的羽毛球场，要花100多万，那你这多久才能收回成本？3年吧。3年，啊，你现在培训怎么样？培训现在100多学。100多学，现在是要找教练是不是？对，对吧？兄弟们，给你们来就业的机会了啊！就是有什么要求，你直接可以跟大家说一下。想找主教练也要，然后主教练，主就是。负责所有的训练的，对，是专业的，对吧？然后能够提升的孩子、小朋友、成人都能带的那种，对吧？其实这种现在这种教练是很难找的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就最好的球员，就是职业球员，如果不谈那奥运冠军、世界冠军，他们退役完之后，他们肯定去体育局上班啊，或事业单位啊。那第二类，比如像我们这种，就是全国冠军基本都拿了，他们会干嘛呢？基本上国企、央企、学校、大学当老师。很少很少会自己出来当教练，真的很少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也是这样，就是专业的人很少真的投入到这种基层的培训当中的，对吧？我们还是帮找一下啊，如果是有专业背景的啊，一级运动员吧，至少一级运动员啊，可以联系他。这个地方我是觉得，如果你有做羽毛球的想法，或者想去这个深耕羽毛球、推广羽毛球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个不错选择。还有助教是吧？对。啊，助教和主教练都需要，好吧？因为他也是，你也是从哪里来的？你也是外地，黑龙江来义乌，是为了羽毛球义乌反顾的人，对吧？我会直接艾特他，你们有想法的可以直接找他。他的联系方式我直接放到这里啊，大家自己记一下。如果你喜欢义乌，想推广羽毛球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喝茶吧。哎，我还碰到一个球友，老哥，你要上我的视频了。是吧？对啊，这老哥是我们最早认识的，很久了呀，有多久了？有4年了。那我刚好就创业4年，就差不多4年嘛。我2017年10月份刚做自媒体的是吧？对，在11对吧？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做自媒体，2017年7月1号做自媒体。10月1号做的活动，对吧？有30个人好像。嗯。对。啊，我也在，我也在。那件衣服都还在。啊，有进步吧？你这个衣服我都快没了，卖光了，还有点大嘛。很早的第一款。啊。那你用的也是我的拍子，犀牛啊。对。啊，这个很好。啊，是吧？这就是2件12。2件12。他那个配件我都在用，然后手上的那个领带，可以，还是感谢你们支持，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搞吧。抽奖是那个你免抽到免单了吗？免单了，五折。五折，我也抽了个5折啊啊啊！600多块钱啊，那可以，这是过年的礼盒是吧？我们过年是卖1000套，然后是666一套，然后200个免单，200个那个5折。可以，那就行，还是很有意思的，看见没有？我都说了，可以，我的超能力是什么？就是可以不带1分钱，带个球拍可以走遍全国，来自全世界。还是加油，还是要努力把事情做好。大家还是公众号都关注一下，好吧？